挑战三句话激怒他。哎呦，我真不玩，玩完你肯定生气。哎呀，玩嘛，我看他们玩的都可有意思了。放心，我肯定不生气。拉倒吧，我可不信。哎，那这样啊，我要是生气了，我就给你买4090。我操，真的？嗯，真的。你还是那么像他，总是喜欢跟我玩游戏。生气了吧？是不是生气了？没有，这游戏不是这么玩的，是我问问题，你回答。不是，那你刚才咋不提前说呀？你玩不玩吧？那你这太有难度了。你就说你玩不玩？请出题。来，第一个问题。说。你吃过最苦的东西是什么？他得起糖。行。第二个问题。你喝过最酸的东西是什么？他得起酒。生气了吧？你看我就说吧。没有啊。还没有，你别吃不慌磕啊。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谁还没有个过去啊？我多善解人意啊。第三个问题。要不还是不玩了吧，媳妇儿。不行。那个我不要了，咱不玩了。把手拿开。来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？你长得特别像他。让我再看你一遍。哎，这回真生气了吧？我跟你说，我可录着呢。那意思就是。我马上就要拥有4090了吗？我操，真的假的啊？我操，太谢谢你了，媳妇儿，来，亲一个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的心情就老激动了。